上个城隍庙的机会啊，恁一体啊，恭请咱新竹城隍庙来担任会长庙哈，啊，感谢咱地藏爱师。对，咱个恭喜哈是咱大丹都城隍庙城隍爷公的圣驾，咱大丹都城隍庙啊都城隍爷公吼，咱特别感谢大丹都城隍庙咱都诸位，以及咱所有委员、技师。这次嘛是横刀而来吼，咱热烈欢声来感谢咱罗主委，啊以及咱各位委员。好，咱即个准备要参拜是咱台东啊，横来哈。啊，咱台东都城隍庙，城隍尊神驾前啊，还下二位将军啊，咱这队还下将军大阿姨啊哈，啊，伊个真标准啊，一个穿白纱，一个穿乌纱啊，伊两个兄弟啊，一个白面的，啊，一个乌面的啊，这是咱负责地甲和阴司哈，来做逮捕哈、啊，猜疑哈，专门擒拿哈，擒拿一挂罪犯哈，无愿意归案哈。啊，伊个乌白无常哈，啊，咱来看哈，咱啊，咱台东哈那个城隍庙哈，台东都城隍庙啊，是甲咱新竹的都城隍庙有关的。啊，咱你看哈，你甲注意看啊，因两个啊，范霞将军，因甲别人的范霞将军将军上大个无共款伫倒位。啊，因两位拢有岁数哈。啊，咱咧普通咧看，一般咧看吼，无吹箫。啊，咱啊，咱是咱甲新竹都城隍庙有关系哈。啊，咱范霞将军啊，上大个无共款啊，就是老吹箫啊，对，表示讲哈，伊个任务哈，已经做足久个哈。啊，做啊，吹箫拢老啊，拢足长个哈，啊，真辛苦哈。啊，咱感谢哈，感谢哈，感谢咱台东都城隍庙啊，城隍爷驾前啊。范霞将军啊，咱来参拜咱圣城隍爷公哈，来甲咱甲咱圣城爷公、城隍爷公哈来祝寿啊！咱唔当袂记哩哈，咱今仔日是咱台湾省啊圣王爷啊圣王爷公伊个圣诞千秋哈啊！因为咱即摆是咱个庙哈是公了哈，建楼哈才恢复个，所以哈迄阵啊都为咱台湾公复迄个日子啊，对咱今仔日哈国历哈国历十月。十月二五，啊，来做城隍爷圣诞，啊，所以咱这嘛是咱很少见哈、啊，真少看到以国历的哈、阳历哈、以阳历的啊、阳历的日子来做圣诞哈，啊，来做生日的哈、啊、一尊神哈，啊，这是咱新城隍庙哈有一个特色的所在哈，啊，咱古早城隍庙哈，咱城隍庙哈是府官城隍庙，啊，到尾建成了哈。啊，才有城隍爷服侍哈。啊，咱古早是伫迄、那个延平北路哈，啊延平南路甲迄个开封街口哈。啊，啊，到尾啊哈，因为叫日本人拆掉了哈，到尾啊哈，才伫咱这个所在来重建。啊，咱这个所在是古早是淡水厅署哈，淡水厅啊，淡水厅哈，啊淡水厅伊个办公处哈。啊，咱这下传牌是咱城隍爷驾前哈，啊刘山啊，刘山先传牌了后，啊咱就啊请恁啊台东都城隍爷啊圣驾哈来传牌咱城隍爷啊来甲咱城隍爷公来祝寿啊，我们要跟省啊各位朋友哈，等一下哈不要忘记哈。你们晚点来了，等一下不要忘记，等到结束或是你等一下要走的时候，不要忘记啊，来跟我们庙里面哈、啊，来跟我们啊那个我们城隍爷哈，城隍爷公、省城隍爷公说一声生日快乐哈、啊，今天是他生日哈、啊。好，我们补充说明一下哈，啊，城隍庙最近这几年在恢复历史上有特别经过口述历史的考证啊。台湾省城隍庙在战后啊重新恢复，第一次把藏于民间的城隍爷请出来，就是在民国34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节当天。那
原本战后到民国四十二年之前，都还是过农历的生日，就是农历十月初一、十月初一、十月初一。啊，但是因为咱县小庙所在的位置伫北海道区，哈、哦，那再加上统一祭拜的仪式，所以后来就以庆祝台湾光复节的名义来庆祝生日哈。啊，咱也得掌声来恭迎咱台东都城隍庙城隍爷公的圣驾哈。啊，来，参拜哈。啊，咱也特别感谢咱台东都城隍庙啊，咱都主委以及咱所有诶技术人员哈，技术来甲咱参展到来见哈。感谢感谢，咱也得掌声哈，感谢。再来后边是咱屏东。潮州城隍庙，啊，咱潮州城隍庙是伏在屏东的关城隍，屏东的关城隍。